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模拟的一个状况。那首先呢，看一下欧洲模式啊，这是在国庆日当天晚上啊八点的这个模拟图啊，可以看到在太平洋地区呢有两个热带扰动啊，一个是在关岛附近，另外一个是在吕宋岛旁边。那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降雨的情形呢，就是台湾是在东北季风的迎风面上面所以在国庆日呢是北台湾就是北部东北部这一带降雨几率是蛮高的气温也会稍微下降。但是在国庆之前呢因为上一个台风走了以后留了很多的水汽所以是不太稳定所以常常会下雨尤其在连续三天的就是明天开始的连续三天的午后要注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而这两个热带扰动呢它这个模拟起来这个关岛的这一个呢会大回转的路径走掉但是这一个在吕宋岛这一个呢它就会穿过进到南海在那边酝酿。那另外一个模式呢显示出来的就是两个热带扰动它会整合成一个之后回转走掉如果是这一个的话就对台湾比较这一个热带扰动的影响就比较单纯一点。那它对台湾地区的在国庆日当天的天气呢它模拟起来是一样的也是东北季风型的天气所以呢就是在国庆之前的天气前三天水汽多不稳定。那在当天的话就是北部东北部受影响那气温稍微下降其他地区反而是会比较稳定在国庆日当天。那国庆日之后的天气呢就要观察这个热带扰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因为在末期的话可以看到两个电脑模拟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是不太确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卫星云图上面显示出来在小犬台风眼还是非常的清晰可见它的强度还是很强但是呢它的暴风范围已经缩小了台湾呢就受到它外围的这些云系的影响呢由南向北这样子移动所以今天呢在这一个迎风面上面还是就是东南部这一带的雨还是最多的但是下雨的范围呢逐渐在向北扩展当中不过越往北它就越弱了。我们从雷达回波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雨带呢就是由南边上来再加上地形的这个抬升作用所以在东南部这一带的回波呢就特别的强因此呢今天还是在那个地区东南部地区的雨是最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降雨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东南部这一块有达到这一个这一个大豪雨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那在这个雨区呢也比昨天在中部这一带还没什么雨今天反而这个雨区的范围扩大了。那我们从这个雷达看到慢慢的它向北这个移动所以北部在晚上可能也会下一点点雨因为它越往北这个强度越弱。那在气温方面呢这个可以看到今天呢气温有稍微下降不过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北部大概32度左右那最高温在中部这一带34度那明天的这个气温的状况会蛮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了因为水汽多所以这个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但是呢比较大的雨呢会在午后这一段时间这个比较容易碰到比较强的要注意它还是里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雷雨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就是6日1天气形态是类似的。那到了国庆日就变成比较单纯一点迎风面的这一个北部东北部这一带比较容易下雨气温在这一天也会比较明显的转凉。那其他地区还是没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气温的状况就可以看到在未来三天大致上在北台湾高温大概32度但是到了国庆日当天呢这个下降的幅度就有3度的降幅低温下降1度感觉上会凉很多所以那下雨的情形呢前面这三天是比较不定时的但是午后的几率最高。那在国庆日的话就是迎风面的下雨它可能每天都整天都断断续续的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各地还是偶尔会下雨那在午后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这个是应该要注意的。那在国庆日之后国庆日跟国庆日之后主要是东北季风型的天气北部东北部
比较容易下雨啊，天气也会比较明显的转凉，其他地区影响不大。以上是最新的气象。